发给我，我怎么把钱借给你？再说了，你是开公司，是创业，风险很大的，要是你赔了，我找谁要钱去？这个项目我考察了很长时间，我觉得它如果运营起来了，绝对不会赔钱的。行了，我不想听你多说，你考察的再清楚，它不是一样还是有风险吗？这样，你们不是结婚的时候买了一套房子吗？那套房子抵押给我。金宝，你干嘛呢？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的亲弟弟，你不至于这样做吧？行了，这件事你别管，他要是想借钱必须拿他房子抵押。对了，还没问你呢，借多少钱呀？加上我差的成本还有后期的流动资金，我需要30万左右。30万？行啊，你的房子值30万，不过楚华说在前面，这件事你没考虑清楚了吗？考虑清楚了，这房子想创业，我支持他。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。行，一会儿啊，你给我打个欠条，把你的房子抵押给我，这个钱啊，我就可以借给你。崔毛，不至于打欠条吧？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的亲弟弟。亲弟弟？亲弟弟怎么了？啊，30万呢，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他要是还不起，我找谁去？别说废话了，去拿钱去，还有纸和笔。崔毛。没事，姐，这个欠条我打。快去。别怪我这个做姐夫的没有提前告诉你们，这干生意啊，可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。没事，姐夫，我都想好了。行了，想好了，给你这张卡里啊，有35万，你拿着。另外，把欠条给我写清楚。写清楚了。行，有了这个欠条啊，我就放心把钱借给你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还不起的话，你们家的房子我可要收了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3年之内我一定过来还钱。行。那个姐夫，这你还没告诉我们，这密码是多少呢？你看我，光想着你们家房子了，密码呀是你姐的生日。行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强子，你看你们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要不然在这吃完饭再走呗。不吃了，来了，走。你们慢点。你至于这样做吗？怎么不至于啊？强子，你看你姐有完没完？一天给我打多少个电话，我都快烦死了。她打电话干什么了？还能干什么呀？不就提钱的事呗。行，这个钱啊，咱们还。反正现在我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大了，手里啊还有点钱，趁早把这个钱还了，省得他天天催。谁说不是呢？你说那个钱咱们又不是不还他，干嘛要这样子呢？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也都是一家人呀。你没看到吗？当时咱们借钱的时候，他们什么态度啊？还让咱们打欠条，怕咱们还不上呢。说来说去，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把咱们当成一家人，要不然的话也不会这样对咱们。行了，这个钱啊，咱们还了以后啊，就没有什么来往了。我也看清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。走吧，我这会儿不忙，咱们把这个钱还给他。行。孙宝，孙宝，你看谁来了？谁呀？哟，强子，你们来了，快坐。姐，姐夫，我们这次过来是还钱的。这张卡里啊有40万，剩下的5万就当是这几年的利息，拿着吧。以后啊别再打电话催我们了，拿着吧。天天让我姐给我打电话，有意思吗？强子，之所以你姐夫让我经常给你打电话催你还钱，我们本身的意思并不是逼着你要把这笔钱还给我们，就是想让你有一些压力，好有奋斗的动力。
行了吧，我心里啊什么都明白。不就是我没钱，怕我还不上吗？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强子，你呀、误会我了。其实我让你姐给你打电话，真不是想跟你要钱，只是怕你刚开始开公司，遇到什么困难，让你姐打听一下，顺便啊激励你，也算是啊给你一些压力。是啊，强子，你姐夫这样做也是另有一番苦心，我希望你能理解他。就当年你选择做生意的时候，你姐夫就跟我商量了，说如果把这些钱直接拿给你，不让你还的话，那恐怕你也不会认真对待，万一如果再赔了，那你这辈子可能也没有什么翻身的机会。如果他让你拿房子做抵押的话，你就有不一样的动力了。你们话说的好听，有什么好解释的呀？反正这个钱啊我还给你们了。那个燕子，你去把欠条拿过来。听说你现在公司开得挺好的。挺好的，一年收益七八十万吧。好就行。这个呀就是你当年我打的欠条。哎，姐夫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是欠条不是你让我们打的吗？怎么还给撕了？行了，钱呀你们呀也拿回去，因为当初我借给你们钱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你们还。你姐也